广德粤剧院新年睇大戏2021年春班系列演出精彩呈现，曾小敏、蒋文端、林家宝等粤剧名家同一众新秀联合主演经典粤剧《紫钗记》群星版，与众同乐。今晚是我哋嘅元宵节，系我哋中国传统嘅节日。咁而我哋今晚系专程喺呢个节日推出呢一个《紫钗记》嘅。咁《紫钗记》系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一个粤剧经典，亦都系我非常非常之中意嘅一个剧目嚟嘅。咁我觉得呢个剧目非常之应节，因为呢个戏一开头就系闹元宵，咁咧就令到大家会有一种好有亲切感嘅感觉。我哋一直从初三演到而家咧，我觉得每一场观众嘅反响都系好好。咁尤其系我哋一啲群星版的演出，我发觉观众是尤其喜欢的，因为可以见到很多的粤剧名家和一些新秀的联合的演出，那我觉得观众是比较喜欢看群星版。紫钗记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戏剧剧本，作为汤显祖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广为流传，被改编为昆曲、粤剧、京剧等多种戏曲表演形式，是中国古典戏曲瑰宝。啱啱咧，我哋咧就喺舞台上演咗《紫钗记》嘅一节，咁啊记得呢一场戏啊，我哋系三年前演过一次，咁啊今次再演咧，的确咧又系次深刻咗，系啦系啦，咁啊又去睇翻啦，我哋任伯嘅戏宝啦，咁啊又系我哋粤剧院嘅戏宝，咁啊旧底一二团咧都春班啊，基本上每个台都有噶啦，咁啊。阿丁婉啊，阿寶哥啊，咁啊，阿敏姐啊，端姐啊，哦，個個都演過。咁我哋成出咧就未做過，係啊，我啊做過兩場啊，你啊做過一場，咁啊，咁啊受益匪淺。當晚名家新秀輪番登台傾情獻演，出色演繹咗唐朝邊塞詩人李益同身世可憐嘅歌妓霍小玉之間美好曲折嘅愛情故事，深深打動咗觀眾，收穫咗如雷嘅掌聲。呢次好榮幸咧，能夠喺元宵佳節能夠演呢個《紫钗记》嘅第一場嘅李益，係啊，作為打頭陣嘅出場，咁啊感到有少少緊張啦，係啊，咁啊好開心，好榮幸能夠喺呢出戲去挑戰李益呢個角色，咁啊好感謝啲領導、兼領導、同領導嘅信任，同埋感謝丁院長能夠抽時間嚟同我講戲。广东粤剧院2021新年睇大戏系列演出期间，广东粤剧艺术中心连续上演14场精彩节目，每晚都热闹非凡，名家名剧轮番上演，节目精彩纷呈，唔单止令人民群众旺盛嘅文化消费需求得到咗满足，粤剧艺术得到咗更好嘅传播同推广，吸引咗越嚟越多嘅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关注同欣赏传统粤剧艺术。想了解更多精彩资讯，敬请关注岭南戏曲频道。